你们有谁负责采办帷帽？想要负责采办，就必须懂得算账。这是去年采购装品的账单，你们有半炷香的时间，谁若是算得快，谁就负责此次采购。你不会用算盘？我不需要。是3453两，7钱3分。啊，这么快？他怎么算那么快啊？连一半都没算上呢。全对上了。作为一个常年看各种财务报表，利用美妆大数据跟商家谈合作的博主达人，这点心算果然难不倒你。看来你对我的了解还挺深的嘛。嗯。